喂，你好，欢迎收看1000整点新闻，我是林佩杰，来关心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台电新达电厂在开关厂处理过程当中出现了操作上的人为疏失，造成了全台大停电。目前是还有用户还没有复电，经济部长王美花已经向行政院长苏贞昌来自请处分，而台电公司董事长杨伟甫以及钟秉立总经理就此事表示请辞来以示负责。好，303全。